家好，阮是台湾民政府的宣传车。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所指定设立台湾人的政府，也是守护台湾主权唯一的合法政府。台湾绝对不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嘛不是台湾。请大家台湾人爱自立自强，欢迎移动台湾的人来自美国366号共同来参会。台湾公民的尊严，台湾人的尊严，美国的政府都是完全的，所以只要有办理台湾公民尊严的人，也会当享受尊厚的待遇。美国军政府，美国军政府的台湾政府，怎么样？反正是美国承认的，你爱买做的啦。加油加油啊！加油！咱台湾人红酒啊，啊家己知影安尼地位。要怪兽来，要全部搞到掉，啊！叫警察来查一下，叫他们，他查了，要全部怪兽掉，要怎么？